这么有意思，花是给你的啊，你拿吧，谢谢。嗯，你去年来不去星座吗？这咋算个命的呢？哎呦我的天呀，那是去年信星座，今年信五行，那是五行，你说行就行。这么有意思的，听你的，金木水火土，六十年一轮回，金克木，木克土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你克我。八瞎，咱俩又不是两口子，怎么能克着你呢？你啥命？我苦命。你看，你土命，我木命，大哥，你生我。我的妈！我得跟啥人能生出你这么个黑玩意儿呢？你这真是，又生他了。小宋啊，嗯，去上那屋跟大哥聊会儿去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还下手了？你这有意思。干啥呢你？咋了？有意思，好容易给你找这个人，你整你人挺好的。挺好的。那个各方面都同意啊，嗯呐，挺好，没嫌黑是吧？挺白的，你说的是牙吧？那是显的。大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，大妹子你也听呢。又去了，哎呀，那年呢，有一天呢，下午黑，没啥事我就出去溜达，溜达溜达吧，我就走那路灯底下了，看着个女的。我就冲他呲牙这么一笑，那女的我看着我陌生就跑啊，边跑边喊呐：“哎呀我的妈呀，见鬼了，谁的牙曾经自己飘出来了。”可那往后啊，五更半夜我就不出门，出门我就怕吓着人。宋啊，快过去。拉倒吧你呀，你可别这么整了，你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女人你要掌握住啊，你没看吗？特别有修养，嗯，有文化，明白吗？啊，你呀不能这样，你得练练谈吐，不能光吐痰，知道吗？那个提高一下文化素质，这样，嗯，我教你一首诗，啊，多看书吗？你不说你看书吗？啊，这是高尔基的诗。高尔基是哪个秧歌队的？苏联秧歌队的。参加过比赛呀？参加过。高尔基是谁？高尔夫是他大哥。那高尔夫又是谁呢？高尔夫像你，我一杆子给你腰出去。你怎么什么都不懂？那是个诗人作家。你说大哥因为跟文化还跟我急了，你说这文化没文化该多可怕。嗯，来，你把这首诗就是高尔基的海燕啊。嗯，来，大哥，你给我打个样。一会儿啊，我教教你，朗诵诗啊，得有底气，胸腔共鸣、口腔共鸣、脑腔共鸣，好几个共鸣放一起，明白吧？听着啊。啊。哦。哪这儿啊？啊，那个要比赛了，训练。在苍茫的大海上，乌云。狂风还认字呢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一只海燕在高傲的飞翔。不是，哎呀我天哪，你干啥呀？你说这屋老爹俩唠会嗑，这一声一声的老招呼我干啥呀？还说我高傲。你有啥关系？你们这俩，你说我跟你做邻居也真遭罪，咋都这么没文化呢？这诗，你别整闲了，记住吗？最关键的是，第一句要喊出去。你说我让他练练文化，妹子挺有文化的，去展示一下。啊，共鸣。你说他不来？啊，练练练练，练的可以了。啊！妹子，你是不是吓一跳？你刚把大妹子吓得一激灵，你这干啥玩意儿？
我吓一跳，我没有准备呀、啊！呀，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？别害怕，我给你念一首高尔夫的诗。鸡，高尔夫的鸡，高尔鸡的夫。诗，诗，念念念，啊啊，在仓促的。哎呀！那一会儿到四平了，去天灵啥的，这怎么是？苍茫，苍茫，苍茫。对，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的乌云，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有个海燕。再给我们牵线，让我们在这见面，来这儿黄昏恋。哎呀妈，大哥呀，你往哪整？哎，竖着，怎么这么有意思？你整竖着？大哥呀，你这么拿牙上架呢吗？这是啥玩意儿？这是？哎呦我的，一首好诗给念成这样，你说。不是，哎呀，我的那个啥呀，妹子，小宋这人可幽默了，就是乐观主义，总这样哈哈的。我说有啥说的没？没啥说的，没啥说就这么定了，行不行？行，那同意吧。海燕，就借你这屋给整点饭行不？咱们喝点。不吃饭了。对了，搁这吃啥饭呢？这个不是我抠，俩人出去边吃边聊，那多有情调啊！嗯，是不？真行啊，嗯，那留情啊。妹子，改天秧歌队见。行，听你好消息啊！啊，好了，走吧，走啊。好。哎呀，你太有福了！哎呀，海燕，太公平了，福分呢？你在你这屋待着，不行过去啊。大哥，咱俩上哪儿吃去？哪都行。你出来干啥呀？嗯，你出来干啥呀？你不说好的咱俩出去单聊吗？你不说完了吗？嗯，那没你事了，你回去吧。大哥啊，走啊。我不去了。你看你客气啥啊？没事，你们出去吧，我搁家吃点得了。哎呦我的天呀，咱俩不说好了吗？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的，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，快走。哎哎，那海燕呢？我怎么蒙圈了呢？这女的到底是给谁介绍的？